龙游翔在我们的想象中，龙是一个符号，一个象征。我和宇舶的这次合作，以中国传统剪纸与当代艺术相结合，创作身姿威武而灵动的龙。表达宇舶进取、开拓、融合之精神。春龙抬手，万物新生，龙行天下，生生不息。 The Art of Fusion， 融合的艺术。